回归领队工作的第一天，现在出发飞机场。大家伙知道不？其实漠河早就有飞机场，从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通民航了。所以说，朋友们来漠河要赶时间的话，是可以坐飞机的啊。火车票不太好买。我们要吃夜宵了啊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吃夜宵了，应该算是早餐吧，我怕他们早晨起不来，提前吃个早餐。人无外柴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，半夜吃完才能长肚子。对，就是给胖狼哥催胖，让他跑不动。那重要的人物不给你们看了，就给你看看我跟狼哥就好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下期视频见。灌一点热水呗，灌一壶热水。我有带了，又带了，我带了。嗯，早上起来路上没信号，要不跟你家里人说一下？哦，没关系，我昨天晚上有跟他们讲了。好嘞。对，昨天晚上跟他们说，今天领队要带着我们去玩。我昨天啊，因为我的抖音没办法看，结果我昨天是用我那个台湾的那个号码上的网去看那个油管。哦、我就把你那个视频哦分享给我家里人看，我跟他说，哎，视频里有我，你要看到最后哦。感谢，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早餐。哦、这个就是你昨天告诉我的那个不留客。不留客。嗯。这是粥，玉米粥。嗯嗯 嗯。还有我妈正在烙饼。好，等他。咋？你们一会儿可以一起吃了。我收拾一下。谢谢。买了一双新靴子，媳妇给买的。你这双是新的。啊。啊，你昨天那天穿，第一天我看你穿的是双黑色的。嗯。对。这是。这双看起来好像也很厉害。很厉害。嗯，对。更适合极寒地区。对。这是媳妇给买的，这不正式上班了吗？嗯。给我打扮一下。吃饭喽，吃早餐喽。哎呦，不是我们的客人。我要不要我帮你啊？可能需要。可能需要。这有点重。好，你放手吧。嗯，这有点重。我带这么多装备，大多是用不到的，是不是？用不到的呀。你就是带他一起旅行了。谢谢。衣服，主要是衣服有点重。太热了。太热了哈。这是今天中午的食材。我们在户外会吃一顿冰雪火锅。
我带着三位美女啊，终于到达了富格山原始石林。Hello， 感受怎么样这一路？ Hello， 太美了，太开心了，导游太棒了，车也棒。哇，今天开的比较慢。欢迎你们来。今天开的比较慢，因为雪太大了，只能开30-40，这样慢慢走。开快了打滑。现在我领着他们三个上石林去看一看，逛一逛，注意安全啊。其实我不建议你们出来玩穿长羽绒裤、羽绒服，很笨重的，他把你这个行动力给破坏了，只能走猫步。发现了一个小树杈，上面沾满了动物的毛发，闻上去味道很重，要么是野猪的，要么就是狗熊的。放在这儿吧，它属于这里，我不能带走。我们爬到一半了，还得加油。来，我们问一下台湾美女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太奇妙了，对，太奇妙了，在台湾体验不到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。感觉冷不冷？还好，还能受得了是吧？还能受得了。你看你这头发这边都冻白了。对，走，我们继续加油。好，加油。在你眼前已经看到石林了。我们抬头往左边看，往左边看。那个是什么？对，那个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像不像一个狮子？鼻子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嗯，对，笑。人肉趟雪车，雪太大了，我给他们仨开路。快进来，这里暖和着呢。就是眼镜可以放车里，我把你放你的前面驾驶室，手套也可以放驾驶室，直接上背驮里就可以了。好嘞，还是有自重，还是大家一坐就可以了。我就准备给你们搞饭吃了。哎呀，好，好的啊，这里好漂亮啊，好特别，一会儿就暖和了啊，别着急。这里可以啊，阿姨，我都是在视频上看你在这里头搞吃的。现在自己也可以体验了，太棒了。对，我老家坏了东西也有一堆，但是我们也是，哎呀，那基本上就是在院子里做了，没出去。原来在深圳钓鱼的、出海的，然后那个准备了一多，因为我们也经常溯溪，在深圳溯溪多，它只有几斤，那个，但是年轻的时候跟着王石爬山嘛，那些什么七娘山啊。笔架山，深圳也是比较，算是比较难的几个山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塞呀！这里有一次性碗。其实我不建议用这种，但是户外没办法。对，我觉得环保好一点，但是咱们在户外能带走的只有这些，对吧？你那个还好一点。对，好，没事，这是盐，把这个盐、葱花。观看内部环境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对，咱们得把窗帘拉开呀。是啊，哇塞，火锅不重要，重要是在哪里吃火锅啊。来，天然大冰箱。我们的呼伦贝尔羊肉，看就问你这羊肉你就吃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你也赶紧吃，没事，你也赶紧吃，我一会儿再吃。来个特写吧，来必须的。来，看看。
好香啊，好香啊。嗯，有这样一个背驮还是好的。我们吃完了，他们出去玩了，我现在要打扫卫生了，擦擦干净。这都是他们鞋子上化来的水，因为暖气一吹就融化了。上一个是谁来玩的？严重谴责一下这种行为啊！不管是咱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朋友，这种环境下你咋能乱丢垃圾呢？都吃的啥呀？水饺、香肠、方便面，不能这样，朋友们。这么好的自然环境下，怎么能丢垃圾呢？在台湾有没有这样子丢垃圾的？有，我也是有，也有是吧？也是有。我觉得这个跟个人素养有关系，哪里都有。家里就有垃圾桶啊。哎，算了，不丢垃圾桶了。估计目前也没人清理垃圾，放车上带走吧。1:30，室外气温-23°，跟早上刚起来那会儿差了20°。还没玩够呢，让他们再玩一会儿，控制在2点之前返程，返程要开3个多小时。关上了，干爽啊！玩的好不好？吃的好不好？那我们回家喽。好，出发，出发。对面旷野盛开的小红花，不知经历多少风雨啊，我知道我有天会远走。